建立理念，开启建立希望，建立征程，承担建立梦想。我相信在公司的领导的带领下和全体同事的共同努力下，公司的明天会更好。谢谢公司的信任，给我这个机会。凯德在未来的10年、20年、100年，年年销售业绩攀升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。我也坚定地相信，凯德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会变得更加美好，更加强大。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在这里我会更加的努力，继续带着我们技术组的所有同事，继续努力的为我们公司开发出新的产品，向我们的每一位员工、对于节日的关注与祝福。